孩子卢胜燕，出生在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一个穷困百废待举的年代。自从1969年在台中玉皇宫蒙瑶池金母开天眼，从此展开他一生的修行之路。在台中灵仙精舍，一边潜修道法，一边帮人堪舆风水，提供问世，同时写作出书。这十多年来艰辛亦丰富的学法历程，奠定了法王未来弘法深厚的基础与深广的众生缘。圣尊38岁时举家移民至美国西雅图，并在巴拉住家的灵仙阁内精进闭关3年，苦修一切秘法心药，克其取证，直至明心见性，开悟成佛，从此揭开真佛宗历史性的一页。1985年，在佛菩萨的鼓舞以及师尊悲心愿力之下，祖庙西雅图雷藏寺完工。他建造的奠基使得真佛密法得以顺利地弘扬在世界五大洲，孕育了近400座道场，为千秋万世的真佛法脉立下了里程碑。2007年，台湾雷藏寺落成开光，占地60公顷，成为目前莲生法王在亚洲弘法度众最大也是主要的弘法中心。莲生活佛说，我是为众生入佛的智慧而来，世尊以此大事因缘降生娑婆，一步一脚印依次第修行，最终圆证了无上究竟的佛果，进而实践慈悲喜舍的四无量心与无上的菩提心，在娑婆之中善巧方便，任运自在的广度众生。转眼间莲生法王出家至今已32个年头，他创立的真佛宗所传授的真佛密法，不但真真实实地帮助无数人度过生命中的大小难关，更重要的是在圆满了众生入世间妻财子禄寿各种欲望与需求之外，引导其依佛法修持，启发佛慧，了生脱死。这也即是先以欲钩之，后令入佛智的正信佛教。正因为圣尊孜孜不倦的弘法立生，真佛宗从一个台湾本土发展而起的新兴宗教逐渐茁壮，至今成为世界性的宗教，教人彻底了生脱死，真佛正法在这末法时期犹如一片光明遍洒世界。这些足迹再再可见真佛密法的殊胜而伟大。世界地图中可见矗立的真佛法床，遍布全球五大洲，从台湾发迹到美国、加拿大，目前共有35个道场，中南美洲有6个，澳洲、纽西兰则有7个。欧洲包含英国、德国、法国、荷兰、西班牙、瑞典、爱尔兰等，共16个道场。而最蓬勃发展的则是亚洲，由一而生无量。截至2018年统计，台湾有82个真佛宗道场，马来西亚116个，印尼85个。亚洲其他国家包含日本、香港、新加坡、越南、泰国、澳门则有19个道场。这些万德交辉，净化人心，弘扬正法，昭摄无量众生的圣地，流传着无上珍贵的真佛密法，纯正的传承法流灌注着每一个佛子的心田。这些道场的兴起不但展现莲生活佛的大威德力，也代表全体真佛弟子对根本上师的护持之心，更象征着宗派的强大实力和无可限量的未来。真佛法脉的流传必须是源远而流长的，然而法脉的延续与传承理应是每一位真佛弟子的责任与义务，你我皆肩负着这个殊胜而伟大的菩提事业。目前真佛宗宗务委员会有了新的面貌，
正积极地规划着真佛宗未来的戒律、教育与弘法文宣。我们有一流的师父，一流的密法，更需要有一流的弟子，这是我们对自己的期许。如此，宗派的发展必然是第一殊胜的。台湾雷藏寺花了两年的时间，在2017年完成了殊胜圆满的真佛归境堂卡，它让真佛宗有形无形的传承法脉一览无遗，更是真佛宗全体弟子一生修持最重要的一位。谢谢。行动来祈请，敬师重法实修，守护戒律，守护宗派，依教奉行，团结一致。真正的道场不在外而在内，让我们起建心中庄严的雷藏寺吧。你我本来都是平凡人，但有幸遇见了卢师尊和真佛密法，从此我们开始变得不平凡，这就是一条超凡入圣的修行路，这也就是平凡中的不平凡。愿一切诸佛菩萨、金刚护法、空行诸天的化身，莲生活佛卢胜彦长寿健康，弘法如意，一切吉祥。愿一切障碍他的佛行事业尽速的去除，达成大圆满。愿他自由自在自如的转化，每一世都能达成神圣的救度。我个人弟子道心坚固的去实修，卢师尊的加持是业障及烦恼去除的主因，我愿与上师合一。唵咕噜连声悉地吽。